餐厅好不好？怎样按的？我按这个。Okay, 我要玩啦，好緊張啊！嗨，係咪聽到我講嘢噶？我有睇緊噶。生日快樂！點解我要生日快樂 ？Hello。我是不懂打機的，我不懂用電腦的。哇，點算我第一次開 live 手震啊！哦，好驚啊 ！Hello， 哦。
好笑啊！点算啊？哇！可唔可以加速噶？有冇得加速噶？苏子怡系咪冇得加速噶？咩啊？你讲嘢啦！我细佬唔敢讲嘢，我又睇唔到佢口型，冇得加速。OK， 哎呀！死啦！我觉得我要去完书啦。哎呀！点算？点算啦？点算？我真系好似太戆。control grab 住噶，嘿，啊，好攰啊，好难玩啊，嘿，点算啊？苏子怡，你不如帮我揿上去啊，嘿。点算得翻我一个喺度啦？你不如你入嚟啦，算啦算啦，走开。系咪企喺个牛油上面上唔上得去噶？系上到嘅 ，OK。我隔篱嗰个放，依家人放弃咗啦，已经笑死我。我系唔会放弃噶。一、三。冇追得過啊！仲有三個位，嗯，啊，都點係我細佬啊？撳 shift 捉住啊？唔係撳 control 嘅咩？卡係啊，個 account 係我細佬嘅，因為懶得開。嗨，唐伯斯 ，hello。卡到完場可以捉住的，唉，好搞笑啊！有人陪我打機真的好。我繼續短路障礙賽是怎樣開始了這麼快的，躲開障礙物並繞行賽道兩圈。哎，唔系喎，我睇紧噶，而家我睇紧其他人玩咯，而家。咩啊？我要重新开过系咪？我揿咗啦。你搞到好似自言自语啦，唔出声。我细佬喺不断做手势同我讲嘢，但系咧，但系又唔出声，搞到我好似自言自语咁样咯。我要揿乜嘢？睇下先，油换。今天生日，咁多人生日嘅 ，Hello Happy Birthday！ 系啊 ，Benny 系我细佬，我老友 Sophie 生日快乐！大家可以睇下细佬啲 Are you 开心？所以你知唔知琴日咧有人喺 TG Group 嗰度咧话原来我系 Easy fans 啦，即系话其实唔系，全部都系我细佬嘅啲捐赠。咁如果而家佢哋喺度玩嘅话，系咪会撞到我噶？
始了，开始了。啊、哦！其實我係搶咗我細佬部電話玩嘅，點知嘅？頭先佢又打緊機啊！你本身打緊咩啊？唔講 ，OK。氹翻韋喬未？啊，冇諗住喎，佢揾佢嘅撩哥啦。我把聲好似唔同咗，係咪因為我用緊我細佬支麥嚟收音，所以同平時開 live 唔同？另外我把聲，啊，我可以彈翻温柔啲嘅，我開始啦。哇！哇！哇！哦哦 ！Oh my god！ 哇，好叻啊！哦！我今日系唔会讲粗口噶。過咗關 ，Oh my God！ 耶！想見 IP， 想見 Stanley So， 冇嘢冇樣睇。點解用細佬嘅帳？因為我自己唔想開個帳咯。有冇 Super Chat？ 唔識用。Apex， 哇哦！你真系太高估我啦！啊，剪头发冇剪头发啊！我纯粹笠住咗个头啫嘛，今日头发有啲乱。第一关影跨关。玩到几多点？玩到搭狗啊！谂住。緊張啦！會唔會入進一後？會唔會考慮緊？哦，開始咗啦！走開啊！你哋走開啊！呢個係咪死咗就會死咗噶啦？冇得復活嗰個啊！跣腳㗎，原來呢個地圖咁搞笑嘅。啊！
我明明跳咗噶，点解咁样对我？啊！耶！好大风哎！其实左边有条龙，应该一边睇一边玩一边睇，但我又分心唔到咯。我都想约识下搞，阿搞有玩嘅 ，Candy 一齐打，佢哋唔知道有冇玩开打开机咯。我平时系冇玩开噶，你都知啦，睇我咁嘅样。系啊，但搞要交翻部机俾我细佬玩，先打一次。我想到剛才也有說有 suggest 過我玩跑 online， 但是呢啊 quit 了這個先，但是呢我跑 online 中暑，我是不會吃到雞的，我都覺得可以爆粗啊，不過是不會的，為什麼我 quit 不了的，哦，等待換嘅阿鐘 ，OK。Apex 係槍 game 嚟噶嘛，係咪啊？平時會玩咩？平時其實係唔玩電腦嘅，因為部電腦俾我細佬霸住咗。點解要笠住頂帽？因為個頭好亂咯，就變咗咁樣。系啊，打传说咯，我会。我其实我系打传说嘅时候咧，系会爆劲多粗。不过我系跟我细佬，因为我细佬啱啱带我打嘅时候咧，佢都会讲劲多粗口，所以系佢教识我讲粗口嘅。边开 IG live 边开呢个 live， 咁你哋咪睇两边咯。虽然 IG live 应该多啲人睇，我睇定冇先。打咩位多？我一开始打辅助，我系转正，不过都唔系好精，嗌碎。之后我就开始有玩射手，然后。我前排冇玩之前就有玩下中路，我最玩唔到嘅系上路咯，上路即系咩路？上路即系咩路？放大影住我 cam， 要行翻出去咁，咁咪即系俾大家见到我细佬平时睇开啲乜嘢咯。好啦，我玩到最后一关之后开一阵 IG live 啦，但都系开十分钟嘅。啊，系啊，坦克啊，系咪叫坦克啊？坦海杀路，我太耐冇玩啦，连啲枪都唔记得。我想细佬啲 friend 好衰噶咯，佢成日话我同细佬系咪同一个阿妈生咯？因为细佬冇我咁好睇，佢哋话。我细佬举中指啊，举咗十只中指。开浏览器机。咁耐嘅，點解？佢係匿咗定點樣啊？蘇子軒，我等咗好耐嘞喎。唉 ，Candy 揾阿 Day 啦，佢唔會受我氹噶啦。唉，我玩唔到啊，蘇子軒，我點樣 quit 咗佢啊？定係等唔到啊？我佢係匿咗係咪？咁我会见到其他嘢咯，你试下，你试下识咗睇会见到啲乜嘢？唔睇得噶，咁点算啊？咁佢哋今日睇住我咁细个头喺度同我倾偈。快啲啊！
佢哋叫你快去催緊你嘅。哦，叫我快啲氹翻 Candy 啊，原來唔係催緊你，直接關機。點算啊？哦，咁呢、這個之後咧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！我細佬喺側邊揈手啊，唔好啊！我見到咧，佢好中意 IU 啦。之後，誒唔係喎，佢而家睇唔到喎、啊。是會 show 不到出來的，因為你只是選了 Four Guys 的，那我直接認識了 Four Guys 就可以了。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？那我認識了，反正我都玩不到。那算了，不如我開 IG 開 Live 算了。拜拜IG 見了我們怎樣